分行乡公所去年伫咧中仑村139牛车意向公园所来举办的春日农食趣甲草地音乐会，吸引着真侪乡亲去参与。23号哦，讲一个礼拜六乡公所要再一次用在地美食来声大家胃，嘛要来透过音乐缓和疫情所造成的不安、混乱的情绪。去年分行乡公所出来各地台湾交响乐团、电笛民乐团举办草地音乐会，除了好听的音乐，也有好食的美食。可以吃吗？可以。这么精彩的活动，伫在去年头一摆举办，就引起热烈回响。今年分行乡公所伫在炎热暑假期间，要再次使用好听的音乐甲好食的美食，做伙享受假日时光。要邀请大家7月23、8日，来咱139分行中仑参加举办着草地音乐会。咱草地音乐会去年有办，今年继续办。第一，咱139是观光的圣地，一挂外围的人拢来咱遮佚佗。即马吼，咱要结合着在地的产品，咱要有煮米粉哦，要来请大家。另外就是吼，有一个百年冰店的鸡鸭冰，伊是结合着咱奶汁甲王奶鸡鸭冰真好食。办这个音乐会，咱嘛邀请到一挂吼农村的歌手，原住民的歌手，要来大家一边食鸡鸭冰、米粉哦，过来一边欣赏着音乐会。分行乡长进一步指出，今年的草地音乐会当中，将会有在地分行米粉要让大家吃好饱，加上用在地王奶奶汁制作的鸡鸭冰，嘛要让民众免费吃凉。欢迎乡亲23号礼拜六做回来。到老的，大专新闻丁向文宏采访报道。